我操！别让他 A 啊！我再扎 A 两刀，平 A 吃药平 A 扎一刀 A 两刀走位平 A 平 A A Q 闪扎两刀。 这把挺好，我跟你们说，山羊，我就喜欢这山羊。我现在要立刻的给我等级提升起来，然后到达14级给我们家队友打装备，全力的杀山羊，回家。 西山羊能打装备，能打呀！只要我们升到14级，好像就能打。现在不能打了，那我不知道啊。他改版按改没有，我不知道。 我扎，再扎一下，扎两刀 ，W A 两下 ，Q 一下，扎两刀，平 A， 吸点血。 扎两刀 ，Q 一下，扎两刀，接平 A， 吸，起立。先插个眼儿，打不了，扎两刀 ，Q 一下，扎两刀 ，E 一下，接平 A， 人有点多呀，这咋那么多人呢？谁的传送啊？小法师的传送，哎呀，这打个游戏辅助都跑过来了，我都佛了，佛耶哥佛了，回家了。 你佛了，我也佛了。这个老山羊可不太好杀呀，中 A 接扎 A 两下 E 一下平 A， 我扎一刀。 扎一刀，
扎一刀 ，A 两刀。先拆他，让他敲一下。打不了 A 两下，扎一刀 ，A 两就接大招走。嘻。吃塔皮，多少钱？海洋差一点点，回家。哎呀，十三级。先来个皮海，看看这把出个什么海啊？这把来个水银海。变身能打装备吗？得十四级才能装打装备，你想七级就打装备啊？那还让人玩了不？咋的了？我杀人呢，兄弟。等到把这个兵收了，往前走一点，我们上去杀的啊！扎一刀 A 两下 ，W A 两刀，平 A 扎一刀 A 两刀，再 A， 我上了。闪现 ，W 走扎一刀 E 一下。扎一刀 A 两刀平 A 接大招 A 接吸吸吸，为啥吸不着啊？我靠，这吸不把他俩全杀了，吸不来。薛微是有点小亏呀、啊。哎，武器上面了，那也没办法。那俩人站一块儿，你说他灵魂跟那武器大师搁一块儿，这就得看命能不能点到了。跟我应该是没啥关系。这也不是操作问题，这属于没办法的问题。你干哈呢？扎一刀，中！扎一刀，再扎一刀，打不溜中，扎两刀点烟，扎两刀平 A 吸。假装往上走，其实我们往下走。那小法师要干啥呀？玩呢？不是，你说你一个辅助，你怎么老能传到上路呢？我就纳了个闷儿了。你们没有对象的吗？
我现在已经无敌了。这把对面 AP 挺多的，咱们早点出振奋影魔刀可以。这英雄我觉得出影魔刀可以，但是出血手是真是有点不合适的感觉。中，扎一刀。再见。一下，插眼儿。扎一刀 ，A 两刀 W，A 两下平 A 接扎 ，A 两刀平 A 平 A 平 A 接扎，吸一开起来锤锤晕锤锤跳锤接大招吸，这咋没中锤呢？这武器大师，武器大师没大招不让中锤。但是有蓝 buff 吧，我感觉发条好像要过来，没过来，扎一刀 A 两刀 ，A 接扎点人 ，A 两刀 W A 两刀扎一刀。吸吸吸吸吸！一紧了锤，重锤晕吸 ，Q W 溜，闪现一个顶接大招 ，W 的吸，保护，脉冲。哎，我发现福耶哥的大招好像能打跳弹，给大 A 接扎一刀。打不得中，扎两刀，平 A 接扎接吸，保护 ，Q W 二连大走 ，W E 假装走，其实不严，吃个药，回头扎你一刀，小法师。扎一刀，你想吃啥呀？姐，基爷，啊，你这福耶哥比赛上不没上比赛呀？这英雄不让上。新英雄出来都不让上，或者是新改动的英雄，就比如说那时候那猴就不让上场，不让用，猴刚改完版不让用，新英雄刚出不让用，先来个破败，再来一个影魔刀，搁哪的影魔刀？影魔刀，
瑞尔就可以。那下个英雄都出来了，上一个新英雄干哈不让用啊？对不对？那这都除完了，下个英雄这福耶哥都出来了，那瑞炳还是瑞尔？完了，妈摁错了，就跟你说话，我想摁空格来着，给 R 给摁了。哎，我乌鸦，那扎一刀，打不中扎两刀点炎平呗。那扎一刀 A 两刀接吸，炸掏回来，接炸接大招 A 接炸接吸。去中间找奥恩去，赶紧升到14级，给队友开始打装备啊！扎一刀 ，A 两刀 ，W A 两刀，平 A E A 扎 A 两下，吸！你快点让我升级，我告诉你，你赶紧升级让我给你打装备。先打个红 buff， OK， 14级了，我们赶紧找奥恩，跟我来个人杀奥恩，跟我来个人，我们把奥恩一杀，给你打个装备，看看能不能打啊，是不是修复了。扎两刀，平 A 接扎接吸，炸，掏回来，吸接炸接大招吸，框住 W 接 Q 接大招吸，闪现跳锤锤，开 E， 晕锤锤跳锤重锤接大招接吸，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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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快来快来，能打不？能打啊啊啊！哎呀，早点来呀！给你打装备呀？怎么不早点来呢？哎呀，来的真慢。真是慢呢。都说了，差点就死了都，可不能给那奥恩，给那奥恩他诱起来，我们不好杀了，我们赶紧杀他，让他给我们当工具人。心如狂潮。哎呦我掏我大招 A 扎 A 两刀平 A E 吸炸 A 打破扭掏接大招 A 接扎接 A 两刀打破扭吸奥恩给我杀快快快快快快快这没个打的装备根本打不了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与一个合适的地点这乌鸦有点气呀、啊！你说这黄纸烧什么呢为什么烧啊为什么烧
不掏你吗？掏你大鸟一会儿。等我一会儿，等我一会儿。打波团战呢，我们自己也不能单独上，单独上现在还也不行，你知道吗？羊呢？重，你们可打不死我！扎一刀，哎，两刀，接大招，哎，接吸，接吸，掏接 W 接炸，接大招，哎，接炸，接吸，接，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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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地了。哎，好烦啊，发条啊！进战斗了，四秒吸地。下回还得真得把他们都给杀了，最后杀的奥恩。前几人死了，扎两刀 A 一下，掏两下平 A 吸，脉冲吸，没队友呢，这旁边队友都死光了，炸 W 掏回来接大招 A 接扎接 A 两刀 W A 两刀不杀了，扎一下一下接大招 A 接扎闪现 A 两刀 W A 两下吸一下，哎呀，给我锤死了！没有队友呢？为什么？为什么没队友？队友都去哪里了？队友们没有队友，太难了。想打个装备，真是打不出来呀。奥恩打装备得多少秒？叮叮叮叮咚，一二三四五六，至少得六秒。我们可以持续十秒，也就是说我们进一次战斗可以，但我们不能一直进战斗，小进一次没关系。我操，这劫，这劫，哎呦我这劫，这劫呀，哎呀这武器大师，这是要反了呀，这武器大师，我一看，哎呦我还反了你们了，你还敢打大龙，我把你们都杀了，你再敢打大龙，来我看看，给大招 A 接 W 扎两刀 Q 一下，扎两刀就吸。打不了一 Q 掏炸接大招 A 接扎 A 两下，打不了掏两下一下就吸，一技能开启了，锤锤晕住死了。这武器大师也不够用啊！给我框里头了，关键是。
出血手，不出血手，我们来一个王者的板甲，没有物坑，目前是缺点物坑，跑的还快。我们可以打大龙啊，不行来打波大龙。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很右了，对面想打动我有点费劲，打不动我。一下打不了，扎两刀 Q 一下，扎两刀接大招，平 A 平 A 吸保护 W Q 接大招 A 接扎接 A 两刀 W 扎一刀 A 两下平 A 接吸吸 Q W 创起来接大，这怎么能打不过了呢？啊，兄弟们，人家家还少一个呢。队友呢？不知道啊，全死了，死没了，人家还少一个，俺们家是五打四没打过。来钢铁合聚吧，就很奇怪。得先杀小法师，这个小法师得晕呐、啊，太烦人了，他老诓我。先把发条杀了，杀完发条杀小法，杀完小法杀他们家武器，杀武器杀乌鸦，杀完乌鸦杀奥恩，然后打装备，无敌了。除去我27个头还剩几个，他们也拿了很多人头的，那6877那 ADC 不200多刀，对面还是这种没有 AD 的阵容。哎，乌鸦可以杀，A 接扎 A 两刀 W 的 A 两下，接吸炸，接大招 A 接扎接 A 两刀 W 的一技能开起来 ，A 接扎接大招 A 接扎，你杀这武器，俺们杀人不打死他。我操，这武器大师这么猛吗？这武器大师好像有点猛。刚如果皇子早点上的话，应该能打得死这武器。他上的稍微有点慢了，可能 EQ 也没有吸地啊，可能是 EQ 没吸地。我的装备其实没啥换的了，你让我再换我也没东西换了。这么地儿吧，小破一手中路，啊，没关系。看有没有红，可以打，来来来来来，这可以打，问题不大。不正中，抓两刀 Q 一下 ，A 两下套点盐，抓一刀 A 两刀接大招，先杀八条，吸套盾 W 溜接吸，没有兵线，有兵线可以一波去。
这小法行啊，抓一刀。谁死了？黄侄死了，死吧。哎，闪，闪不出来。闪现平 A 扎 A， 打爆那个平 A， 平 A 吸炸，掏掏回来吸，平 A 接炸接大招 ，A 接扎接 A 两刀 W A 一下 E 一下，我杀了。走吧，武器大师活了。死了，发条有秒表哈，嗯，跳弹，我跟这武器单挑还真不一定能打得过他，不过没关系，扎一刀 A 两刀，打不了扎两刀 E 一下，溜一手，一 Q 他可以。来往回走来，打不得动，扎两刀，不及上啊！接大招，扎一刀 ，A 两下 ，W。哎呀，扎一刀 ，A 两下，平 A 接 W 接 A 两下 ，CQW 一回来 ，Q 一下，接大招 ，W 动，扎两刀 ，Q 一下 ，C。出 W 的 E， 晕锤接大招 ，A 接 W 的扎两刀 ，Q 一下接吸，炸，掏个血，炸。武器大师没有魔抗，我们的发条打得疼。水龙龙魂，大龙要不要啊？不行，一波费劲，一波不了，好像能不能一波？有没有兵线啊？哎，可以一波，不就剩个发条吗？不行，大龙吧，大龙可以有。我先把红打了。我能大走，没关系。先给武器大师杀了啊！五个人杀他应该能杀掉。吸一锤，锤跳上来，晕接大招 ，A 接扎接 A 两刀接吸接吸，没吸出来。哼！小法呢？啊，死了。全是能吸的，我都拿起来了魂儿，我拿一半了，死了。